咁就嚟到桃花局啦。咁單身寡女咧，如果想拍拖嘅話咧，咁就要抄低佢啦。咁如果今年你係想拍拖嘅話，咁就喺西南方就放一杯水。咁嗰杯水個口有咁闊得咁闊，咁就記住係西南方，唔好擺歪。咁如果西南方喺洗手間嘅話咧，咁就唔好彩啦。呢個局係唔啱你用嘅，你千祈唔好放入去。但係如果你嘅西南方唔係洗手間嘅話，咁就喺入邊放一杯水，逢係冇水就加水，咁就得噶啦。落水嘅時間係有要求嘅，一定要夜晚嘅12点正放水。咁相信好快咧就可以揾到你嘅如意郎君。這個咧係一個桃花局嚟嘅，主要係我嚟催愛情。如果你話要催嗰啲工作上面多啲人扶持啊，有人幫手嘅話咧，咁就分得清楚啲，用翻貴人扶持局就唔好用呢個局喎。這個局係我嚟拍拖識男仔識女仔嘅。如果上網係揾這個。交友 App 認識另一半的話，不妨試一試它，這個是2023年用的。